好像没有了吗？小王干了。对呀、啊。是。哎，我找这个。看一下，今天表姐还有表姐夫啊，还有表妹都在家里面，那没有啥好招待的，就拿出最好吃的辣干老鼠肉，你看。我还是喜欢边角菜的。今天就拿老鼠肉招待他们。就剩几只了？就这么多只。我压在冰箱底下拿出来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箱底货。我先用热水泡一下。哇！碎掉了。小小的老鼠。这个好像叫甜老鼠。甜鼠。嗯，甜鼠。扣一，先泡到这里，泡到软点好切点，叮当叮当。哇，那怎么又是老外？那跟人哈，真的。简单粗暴。这个。弄得啦，啊。消磨时间，那一下一等我们进网。是。我有两回单呢。嗯。就是在到我那都整治工嘞，一年都外在更累。嗯。要不然没人去弄。甜甜的冰糖人。嗯。嗯。都好冰啊。好冰。好冰，要不然怎么叫冰糖城呢？真的冰糖城太冰了，牙齿都冰了。又冰又甜了。冰甜冰甜。天气凉了，就水有点冰。我跟你说，以前我奶奶他们也是用把那个橘子埋到火下面去烤它，烤的就好喝点，暖一点。所以感冒了有点咳嗽，可以拿到火里面烤，这个可以吃。哪里他烤就那个皮用手就好不好剥皮一点、哦、不是是啊没有他没有那个气啊，底下去踩到泥巴里，直接那个泥巴不是用那灰盖起来，用那个热的灰，用热灰，好好的。别人烤红薯、烤土豆啊，烤什么了？你烤没有哎、啊？我烤的就好啊。我小时候就是放这里哎、嗯，就放这里、嗯，然后那个皮都焦了。对对对。焦了你就咳嗽啊。这个对，就是焦了好吃啊，就是这样。就是有点带苦。挡一点。猪肉，还是老样子，火锅底料，爆炒一个老鼠肉，再来一个烫青菜。开始爆炒老鼠肉，放茶油啊，这个纯正的山茶油。我感觉那个锅都好热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要热锅呀，爆炒就要热呀。放姜辣。
以吃了啊，熟了啊，熟了熟了，看着都好吃啊。嗯，山上这个是什么呀？你猜一下，你猜一下，反正不猜喽。那老鼠，这你的蚊子出来啊？这你的蚊子是不是？对呀，因为我们家没腊肉，表妹。哦，这样子啊？嗯。哎呦，咬的干净。咬不咬？咬不咬？哎呦，哇，老鼠肉，很香哦。你看看，来，这个你先来嘛。Ha ha ha!